百万肉干的兄弟们听着，我真百万今天宣布，要把我的财产一半给陈好，一半给郑美美，大家千万要团结一致，不可以秋斗老高爽。是你28年前分手，现在才来谈判？我这个人做事特别慢，我就爱拖28年后来谈判，不行吗？大老板，江湖传言美美肉干最成功，可是我们好汉肉干最好吃，对不对？你要我做什么？当卧底？你是谁啊？我叫蝶西。我管你蝶西还是郭碧西，你跑到我厨房干什么？你这一次的任务就是去调查若干大王比赛的时候他们推出什么新产品。我是 Superman 啊，生你们两个儿子出来，一个整天只会做 Superman， 一个整天只会喝酒。一个月内我一定帮你变成真正的男人。 On On On， 男人是不可以信的。臭女人不要得意，总有一天让我看到你丑多老高爽。是丑多老高爽，不是丑多老高爽。这是什么啊？我姓郑，叫我妈咪卡郑。哎呦，好久不见 ，so cute 嘞！你发什么神经啊？你流血了。